我在两年的班导师，他是严厉又龟毛的班导师。张天一，马上去教室外面给我发散！你如果真的调班了，我就把你抓出来去！他女儿子，不知道是谁教出来的。他是拿儿子没辙的好妈妈。但也烧焦了。他是单纯善良的美女妈妈。 一部让你阖家观赏温馨好戏，12月8日中视青梅竹马。